欢迎知识极限，大家，我是陈淑薇。如果自己国家的一个民众啊，因故受困在异乡，那么政府应该怎么做呢？才能够最及时的把民众给救出来，保障他们的性命呢，与这个财产的一个安全呢？非洲的肯亚的首都的机场啊，在上周啊就突然发生了这个大火啊，导致当地空中的航班大乱。结果呢，这样子相关的故事，当然就包括我们台湾旅行团的民众就被困在那边啦。这一边的故事呢，就让我们不禁想到过去有很多类似的一些例子啊，都是惊心动魄的故事哦。先介绍我们来宾，一一告诉大家。首先欢迎的是资深的媒体人王瑞德，雄威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胡孝成，大家好。艺术史的学者邱建一，大家好。还有媒体的工作者康仁俊。大家好，大家好。还有前空军的飞官于浩伟，请问好，大家好。好，这个肯亚机场的一个大火啊，把前去旅游的民众呢，通通都给困住了。虽然呢，现在呢，团员们呢，陆陆续续的都靠着转机啊或其他的班机离开了肯亚的那个地方，不过还没有全部回到台湾来哦。但是呢，这样子的一些故事的这一困呢，大家知道吗？一困就困了，不是一天两天，困了快要一个礼拜啊。我们先看新闻。上个礼拜，肯亚奈洛比的甘耶达国际机场发生大火，火舌不断窜出来，把机场烧得面目全非。台湾两个旅行团总共23个人困在当地整整6天，等了又等，盼了又盼，终于盼到回家的路。观光局表示，豪福旅行社已经搭上肯亚航空的包机，下午1:15就会抵达曼谷。晴天国际目前还在确认有没有搭上这班包机，另外还有5团行程还没结束，随着机场逐渐修复，返台时间应该不会受影响。晴天国际跟豪福这2团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抵达台湾？观光局表示，由于资讯很有限，确切时间旅行社还在确认。其实也要提醒民众啊，因为是去到非洲这种国家去旅游，自己多少心里要有数，也要有所准备，因为那边不是什么现代化的大城市，不管交通啊、联络呢、资讯什么都不是那么发达。但我们还是要问的是，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像我们政府能够怎么做呢？对，你到这个非洲啊的草原去看狮子，也要小心狮子可能会吃人。真的，因为那野生的，对，没有错。所以呢，这个肯亚呢，位于非洲的东岸东部啊，东部是等于说它那是当地啊啊交通比较频繁的一个枢纽、嗯。可是问题是，这起火警来得非常的怪，为什么呢？因为呢，8月7号当天凌晨大概快要4:30的时候，它开始起火。那起火了以后呢，火势非常的大，把那个所谓的国际大厅啊、陆军大厅这些就烧掉了。可问题是，直到根据当时在现场附近的这个英国旅客说，直到早上7:00多的时候才来了第一个消防车，第一步烧这么久了才来，而且只来一步，一步对、啊。那为什么只来一步呢？因为本来还有3部在旁边可以待命来协助。那因为维修的账单政府一直没有买单啊，所以还是坏的、被拍卖了，被拍卖掉、啊。对，所以他的消防车不够、啊。那么后来赶来救援的是什么呢？是民间的消防车啊。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了很多其实是民间的消防车赶来一起救援、啊嗯、那救援以后扑灭了大概快要4个小时才控制火势、哦，然后在控制了以后又经过2个多小时的闷烧啊，所以前前后后烧得非常久、嗯。那整个把这个国际大厅整个都烧了一塌糊涂，都烧光了、啊，都全部都完蛋了。对，那连带影响是什么？因为他既然是当地的一个很重要非洲东岸的一个、航空上面的枢纽、嗯、而且它不只是我们观光客我们陆出境这个人坐的班机之外，货物也要经过这个地方出去，包括很多的这个肯亚的本地产的这个花卉，就很重要的机场，所以呢乱成一团，就开始乱了、啊嗯，可乱了以后呢，那我们台湾其实所有的这个观光客这个这些团啊，总共有78个人、哦、分散成不同的团啊。那首当其冲的呢是什么？是当天跟隔天总共2团23个人、嗯，那他们就受困了嘛，就被困住了，受困机场，因为本来要搭飞机回来，现在飞机不能飞了，嗯、本来以为1-2天、2-3天就解决，一搞了6天5夜、哎、哦。嗯，6天5夜之后呢，还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还发生了本来可以供食宿，让你去住嘛，住在那个饭店里面嘛，给你吃饭嘛，然后等班机嘛。因为中途曾经发生过说通知你可以登机了、嗯，来到机场以后又不能登机了，又回去啊、哦哎。不过至少你曾经来，等于说他肯亚机场那个肯亚的航空提供饭店住宿给你，有给一点保障。到后来6天5夜以后通知你。嗯，从今天开始不提供了，不提供、啊，那你就自费啊，那、啊、你不自费，对不起了啊。所以有一对夫妻，台湾的夫妻就说：“你难道要我们流落街头吗？政府在做什么？”那政府认为、嗯、外交系统认为说冤枉啊，因为你们第一时间没给我们求助啊。哎呀，我们在肯亚没有据点、嗯、哦，我们要从南非从哪里这样赶过来？你第一时间应该跟外交、嗯，虽然我们没有邦交嘛啊、哦，
奇怪，总统最近不是去出访邦交国带了蛮多钱去了，对啊，到了很多礼物去了，不同地方了，对，没有错，因为非洲嘛，非洲邦交国少，然后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呢，在这种状况下没有办法，所以呢，虽然有赶过去，可后来啊，旅行社然后也跟当地的这个接洽，因为他这个机场呢慢慢开放了，所以后来呢，也在这一天哦，在今天呢，两团呢相继的搭飞机，也到泰国，哪里转机对过来的。不过肯亚这个首都国际机场的这个火警啊。我们刚刚讲了，这个四点就已经烧了，七点第一步这个消防车才来，不过监视器是有在的哦，监视器意外拍到，不是工作人员跟当地的机场警察啊、航警啊赶快投入疏散，他们没有疏散员，没有疏散，不疏散，他们现场火警的时候并没有疏散这些旅客，失火了，他们在干什么？你知道吗？从监视器的画面发现。打开收银机想办法偷钱，还是看一下偷东西、偷相机、偷什么？这些行为是因为后来从监视器里面才看到的。至少有七个警察跟现在正在过滤，不知道有多少个的工作人员啊，全部趁火打劫啊，在这个时候偷东西啊，真的。所以说，非洲这些国家在这边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要去玩，自己还是要多所注意啊。而且特别所谓的俗话说。他山之石可以攻错，我们或许可以从别人的例子来看看我们台湾呢在做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因为呢，同样困在这个肯亚这个机场的人，不会是只有台湾的旅客，还有全世界各地的旅客。当然，中国的旅客也非常的多，但是中国好像他们的救援速度就比较快，很快就把他们的民众都给载走了，是这样吗？仁俊，你看雄威，我们如果一般坐飞机或者在机场里面看到飞机有 delay 的状况的时候，哎呀，旅客都骂翻天了，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后面的行程，不要讲行程啊，很多。规划通通都要做改变，这时候如果没有人帮忙的时候，谁来帮你想办法？谁要帮你想办法？对，所以你看，我们这一次台湾旅客才总共多少人？23个人，困在肯亚机场困了6天，你知道吗？今天观光局的这个官员啊，有讲说啊，因为当地的资讯我们其实掌握的也没有那么多，所以陆陆续续到底怎么样，也要等旅行社来跟我们回报。他们好像还是说，这些游客还是先跟媒体爆料，还不是先找政府单位？所以我有时候我们从这些这种紧急的或突发的事件，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就是说，政府的应变能力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有没有什么样有值得我们人家跟人家学习的地方？好，您刚刚讲到说中国大陆在这一次这个肯亚机场里面，你知道他们总共有200多个旅客受困在机场，更多游客，他们更多也被困在那边。没错，可是你知道我们把这个整个的过程大概跟大家讲一下，也就是说这个机场大火一开始发生的时候，他的这个中国驻肯亚的这个使馆的人员啊，第一时间就先到机场去。哎呦，他现在到机场做什么？因为他们就有使馆在那边嘛。对，他有使馆在那里，他可以第一时间，他可以很快就掌握。可是他到那边去做什么事情？你知道吗？他第一个先安抚他的旅客，第二个帮忙协调什么住宿。因为你后面的行程你根本不可能走，你一定要被 delay， 对，所以你就是要住嘛，没错。而且你想想看，像这样国际机场的大火，我们讲它叫做国际机场，那表示世界各国的飞机基本上只要跟它有航约的，它都会在那里降落。可是经过这一场大火之后，所有人通通都 delay 了。我说实话，为什么我要让你陈雄威的飞机先进来？没有错，我为什么要让你康仁俊的进来？大家都要进来。这个时候有没有关系？其实就很重要你是说交情的意思吗？没错，真的有差别。其实后来大家就是在。你知道他们整个200多个人怎么撤离？我们23个人撤6天还没撤不完。他们200多个人在7号大火，对不对？10号晚上1/3的人已经先走了，已经撤走了。11号的时候200多人全部撤走。那为什么他们可以先飞呢？好，所以大家就来讲说，其实中国大陆啊，在后期，在90年代之后，其实他们很多的经济发展都起来，他们也很重视这种国际外交。那他把目标放在哪里？放在像肯亚这样的国家，因为我的经济实力有了，对不对？好，那你这个非洲地区的这个国家，我们刚刚看到那个画面，其实说真的，很多的主体的硬体建设啊，其实都是有缺乏了。中国大陆在这一块里面，他就不是只有撒钱而已了，也不是偶尔想到说啊，我8年任期去看看你这样子，不是这样想，他平常就在经营，他怎么经营？你知道，我去帮你做基础建设，然后我换取你的资源。可是你知道，从这个事件里面来看，我就讲，我说同样这么多。班机就这么几个座位而已，为什么我可以先给你？对，表示国家跟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建立起来的。虽然是很残忍的事实，但人家真的就比较骂急就对了，就是骂急就对了。所以我们现在来看，就是说，
一个外交的做法，是不是真的就是我偶尔去看看你就奏效？其实不是，不是平常的生根，它就真的非常非常重要了、所以这就是一个例子。不过这一次肯亚的这个事件呢，因为是发生在这个旅行团被受困的情况，跟过去呢我们所谓呢要出动政府啊，想办法去把这些侨民救回来，因为当地可能遇到什么动乱，情况是差不多的，但是都是需要到政府呢想办法能够支援，能够帮助呢自己的国民民众呢能够尽早离开当地。所以呢，意思可能可以说是类似的，但如果讲到过去撤侨的这个例子的话，比较近期的应该是2006年，跟我们有邦交的所罗门群岛呢，就发生了排华的暴动，其实又牵扯到台湾跟中国大陆两边的一些争议啊，是吧？对，没有错。那一次的一个整个排华运动的话，有没有？其实，在当地所有的华人都非常紧张哦。其实严格上来讲到所谓的紧张有没有、不包括台湾人在内？怎么说？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当时所罗门群岛的时候，那个华侨有没有两户？两户啊，对，我们的在那边只有两户。对，其实真正的受害是一些早期从大陆移民到所罗门群岛，所以就是在所罗门群岛的中国民众比较多，对，那个属于老一辈的这些人啊。那为什么会到排华的程度呢？对，其实是因为他们里面有一些民意代表，在所罗门群岛的民意代表里面，因为他要滋事。那闹事的时候呢，一定会找华人出气。为什么？华人会赚钱。是啊，是这样啊，因为在那个所罗门群岛，在全球华人这一向都是这种被抢的指标，你知道吗？指标啊，这个是一个主要的一个主力目标，这样子。因为家里有钱，而且华人会有另外什么情况？华人不太相信银行，所以有很多钱是放在家里面的。原来这样就变成一个属于歹徒下手的一个目标。就那一次引发了什么呢？引发了我们跟中国大陆有没有这方面的一种隔空的文宣的那种交战。怎么说啊？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大陆那边就发动他们的媒体，就说你看台湾有没有跟所罗门群岛有建交，中华民国跟所罗门群岛有建交，有建交，他居然对那边的那个华人的那个当地的侨胞有没有不闻不问？然后呢，完全置他们生死于不顾啊！有没有这样子吗？当时我们是讲是说，我们的外交部有讲说，绝对没有这回事，这个笑话嘛。对，怎么可能？我们怎么可能被你们讲那么冷血？对不对？对啊，我们自己人一定有去慰问过有慰问过这样。那当时他们也讲了说，对中国大陆哈，就目前对于这个所谓台湾的一个这个侨胞，像在波湾战争的时候啊，在那个所谓柬埔寨内战的时间的时候，都有保护台湾侨民啊。你是说保护还是帮忙把台湾侨民接走？都有保护跟台湾侨民。那但是台湾就对大陆这方面的侨民不领情，就是不领情，就完全不理会，不理呀，对，不理会。所以呢，他们觉得非常伤心啊，这样子。原来如此。对，那大陆说的对不对呢？有一半对，有一半错。为什么这么来讲？因为所罗门群岛那个状态，我刚刚前面讲过，它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一个民意代表在里面乱搞，乱搞之后呢，找一个发泄的管道目标，就找到华人，对，找到华人。但是呢，这个部分上来讲，你说跟台湾有没有关系？要台湾要制止，这就很好笑了，对不对？这是人家内政嘛，对。但是呢，他讲到了一个所谓的那个，就是柬埔寨的一个那个撤侨那个问题，对，也有提过。其实有没有？他讲的是蛮对的。为什么说？因为我就在当时，你就在那柬埔寨，所以你不领情。不是不领情，是吧？还怎么了？是应该这么讲。我本来想要找我们台湾驻柬的代表处的那个代表哈，没想到我们这位代表有没有？他不见了，不见了。真的，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呢，结果我先找到台商联合会会长。柬埔寨那时候外面在暴动啊，你想要去找我们？其实他不是暴动，他是斯诺亚亲王的儿子哦，跟那个韩暹两个人在那里战。他们柬埔寨打仗是很有趣的。为什么有趣呢？他现在就画一个区域有没有？什么画个区域？两边的代表先到集中在一个地方，然后画一条红线出来。今天我们打 A 区，我们大家就在这边开战，就在这边打，画好的地方打。是，然后呢？其他地方没有打，你派人兵去战，那是你家的事，不算。我们就在这个地方。假如说我们今天是这样才算，就对了。假如我们今天算中正区啊，我们就在中正区噼啪。其他地方打不算，这样子对打不算。那现在问题就来了，这边一打一乱的时候呢，我们代表不见了，那怎么办？那你只能找谁？对，那后来你找到誰？子弹不长眼哎、欸！你知道我从那边有没有迫击炮？本来不太会听的，你知道，后来会听的、欸。哦，你会听的、啊。我那时候在椰子街的时候多好笑、啊我跟了其他。也还包括一些其他国家的记者，我们在那边嗑椰子。我说拿根吸管，外面打起来，你还有时间嗑椰子啊？因为椰子街没有在交战区里面。哦，真的、哦。对，我们就在开始在那边吸椰子。最后他发觉一个虚无一个声音过来的时候，有没有？就看到其他国家的那个记者全部趴在地上，就像一个傻鸟一样，还站在那边还在吸椰子。对，我在想为什么大家都趴在那边了？所以真的是你很镇静。不是真的，我更不知道嘛，对不对？那后来等到有没有，就听到的时候有没有，后来发觉大家都站得好好，我一个人趴在地上。你又怕你怎么跟人家抱着椰子趴在地上这样？我完全跟人家相反的这样。我后来慢慢会听的，好会听。后来之后我们靠谁的？靠中国大使馆。我必须要说实话，很多的侨胞，包括台商啊，包括当时去采访的记者，
没有办法真的要去靠中国大使馆。我今天不是在帮中国大使馆讲话，而是说当时的一个环境现实就这个样子。对，你进去里面的时候，我们看到了中国大使当时的中国大使馆非常会做统战，你知道吗？因为他这样一来之后，他里面有一个参事就这样跟我讲，突然间有没有就这样的握拍了我肩膀，说：“胡兄，咱们两岸血浓于水呀、啊！”真的、啊，哎呀，你知道吗？啊，您就是我们的同胞，欢迎回到祖国来。你要是不跟他哈拉，就会被轰出去吗？啊，当然是、啊、你一定要跟他哈拉。我没有办法，你知道怎么办呢？因为外面乒乓乓在打、啊，你知道吗？那我们怕为了怕屁股中子弹，有没有？只好躲到里面去。哦。后来是靠着中国大使馆的保护之外，我们所有的人有没有？然后呢，就坐了他们的大使馆车到了机场去。可是问题，另外一个东西又糗了，你知道为什么？怎么了？当时我们的飞机没办法飞金边，嘿，哦，所以我们飞机根本就没有办法飞进来，没办法飞进来，那我们要出去嘛，那怎么办呢？就只好去坐了那个泰国的那个西澳山洞，还去坐别的运输机。对，我就等整个全部大家被赶到那个西澳山洞运输机去，先能逃再说就对了。然后去了运输机之后，然后上了运输机之后，到了曼谷更糗，怎么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没有签证，所以不能进去，所以泰国不准让我们入境，那还给我们24小时。要求有没有赶快要离开，限制离境啊？对，就要求我们要离境，没签证嘛。所以有一批人呢，就流落到了好一点的，流落到了新加坡，听说吃香喝辣的啊，真的。衰一点的话也没有，就像我们这一批有没有到德里、到印度去？有没有？还要到印度去啊？对啊，我真的第一次变，你知道什么叫国际难民，你知道吗？就是这样感觉，就是对，你看多惨，很惨，真的是。所以呢，遇到了这种呢，国外的这种政治情况不稳定的时候呢，就会造成了一些连锁反应的影响。我们今天来宾浩伟哥也有这样深刻的体验，因为当初他也有亲身这样子参与过，就是想办法呢开着飞机去撤侨或者援助的这些经历，对吧？笑哥，浩伟哥，这个刚刚笑成讲哦，我们就觉得真的是有很多笑话在。那我这个事件来讲的话，我到现在啊，就是说想起来心里还会酸。怎么说啊？因为啊，这个就是起因大概民国80几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刚刚从开始，刚刚从空军退伍下去，转到民航机，飞的就是 A300-600R 飞机。这种飞机就是摔在名古跟大原飞机，蛮不好飞的。不好飞啊，很不好飞。但是我还算不错，顺利完训了，所以很高兴啊。然后也经常飞的雅加达。没错。那那个时候开始，雅加达就是开始有点开始排华。我们最早期就开始带什么报纸。谁都不能带，只要华语报纸。对，后来慢慢开始就变暴动事件，他开始杀华人，哎，杀得很凶。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事件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啊。对，真的就暴动啊。对，就是暴动。然后之后呢，一般华人会躲到哪边？华侨就是一个躲在他国会山庄，就我们住的那个旅馆，就是希尔顿旅馆那个附近那边，那个是个安全地方。另外还有很多华侨就什么，都躲到机场里面去。所以时间一久后怎么样？没有水。对不对？没有食物，粮食就已经慢慢消耗光了的意思。对，然后就没有，所以忽然有一天，我就是从高雄飞香港。那高雄飞香港，我们是 daily fly， 都经常飞，那也很高兴，哇哇起飞，飞过去。哎，落地以后呢，忽然我们的地面上的运务人员跟我们说：“哎，教官，你们等一下。”待会有个重要任务，我们想什么重要任务？就是要顶多再飞回台湾去嘛，所以临时通知就是临时通知，临时通知。然后呢，后来就跟我说：“哎，教官，你们待会要飞到雅加达去，直接去做撤侨任务。”我一听到。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有两个人飞，而且我们一飞香港，我们的飞时会超过，所以我如果说飞到雅加达去的话，雅加达从大概香港过去至少要4到5个小时，所以我一定会超过飞时，所以我一定会落地要隔夜。隔夜的话，就跟孝成刚刚讲的，对不对？我没有椰子可以抱着吃，对不对？但是我当然要趴在地上，因为趴在还是可以泡火打飞机里啊，对，会有炮火打，所以我就开始紧张了。那时候心情五味杂陈，开始什么？要准备写林觉民的雨区解约书。哦，你有写吗？正要准备写的时候呢，已经开始。拿着，因为我们都会飞上都有些纸嘛，正好准备开始提笔正笔开始写的时候，哎，这时候我们的运务又跑来，哎，教官跟你们讲哦，因为你们可能会在雅加达会过夜，这样不安全，因为飞机可能会被炸等等，对，所以我们加了一组组员，你们当天可以回来。哎呦，我那时候听了心里好高兴，哎呦，就不用过夜就是，总算可以从战区直接飞回来啊！真的那时候那么夸张，你飞相当可怕。然后之后呢，我们就飞，当然心里也是七上八下飞回去，因为说句实话，因为我们是飞的是民航机，不像军机。我们很怕被飞弹或炮火打，军机的话可以翻可以滚，民航机的话对不起，跟死鸭子一样，这个就不要被打。所以飞到雅加达，一进了一到那个雅加达机场去，国际机场的时候，一看四周，哎呦，还真的很可怕，烽火连天，到处都是的，因为可能是烧或者是被炸不了。那市区也是一直在冒黑烟，都是火，很可怕。然后这样落下去的时候，哦，还有一段就是我们在从香港起飞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客人只有一个客人回雅加达，其他都没有客人，真的不是说不在客人，真的没有客人。然后就因为我们要去送粮食跟送水，所以我们的运务那时候很辛苦，航空公司运务很辛苦，去整个香港去什么收矿泉水，收泡面。我们正常知道你坐飞机里面要绑安全带嘛，对不起，那时候也没有客人想要坐很前面，后面机舱客舱哦，
全部都堆的矿泉水泡面，把它塞得满满的，因为那个侨胞很多，我们就飞过去。飞过去的时候，刚刚前面那段已经讲了，对不对？就是烽火连天，然后好不容易落地。落地之后，因为我们那时候有两组组员，一组从台北过去，一组从高雄过去的组员啊，就是后舱组员。前舱的话，大家都飞飞机或飞回来。有两组组员在那边，我们的落地组员看到我们。立刻就哭了，因为他们经历了看到救星来了这样子，那种恐怖啊，那真的恐怖的战争的恐怖，哭了。那侨胞也是，哇，也是看我们真的一直跟我们说感谢感谢，当然我们也是内心也是五味杂陈。而且好巧不巧的，孝成哥那个时候人也在印尼啊，是吧？对，我跟你说，从民国八十五到民国九十年，我是全中华民国最衰的记者。真的、啊？为什么？为什么的？就刚刚节目在也在，印尼也在。但是到了机场护照过期，还有这么巧、啊、然后那个印尼排华那个部分，我是第三天之后，因为为什么？因为我前面有个同事啊，不争气的躲在那个。雅加达机场，我气的话都讲不出来，你知道？你知道为什么吗？他躲在那个机场里面躲了三天，然后一个稿也发不出来，这样子。后来之后呢？电视也发不出来。我跟你讲，发不出来。到后来之后呢，我们报社的长官跟我讲说，哦，今天像这种地方能够安全进去，有没有弄到新闻？还安全撤出来？本报社只有唯一一个人，就是我，就是你。哎呦，然后我就很倒霉了，有没有？当下有没有？我就只好有没有？真的是，我说实话，真的，我那时候还打电话给我妈，有没有？还有我周遭朋友，我跟他讲说，万一这一次去不回不去的话，就是最后的一年。没有这么夸张啊！我跟你讲，真的有那么夸张？真的这么夸张？那为什么那么夸张吗？因为我们其实已经有一个摄影机先潜入进去了，潜入进去了，我不断地跟他打电话，我说有多危险？他说你在那边千万不要讲说你是从台湾来的啊，因为就真的是排华人，就是排这么严重。他说他经过他在那边混了几天的经验，他发觉有没有当地人对日本人是非常尊敬的，所以要学日本。哦，我怎么当日本人？我跟你讲，我一句日语也不会讲，我会讲的也就用那几句话，什么 Ohio、Suzuki、罗赖巴，对，还有什么 day 的，还有什么 day 什么 day 的那种，对啊，那我也会、啊，我大概只会这几种，你知道吗？完蛋了，你知道我怎么去？然后我就只好先去哪边？去那个夜市买了一件那个有一种白色 T 恤哦，前面还有个日本国旗，所以你就真的扮了日本人。我那个买了两件，你知道吗？还买两件。你知道，然后呢，还特别去带了买了一个那个像那种鸭舌帽那样的，活起来就像就是一个就真的什么日本什么小日本什么的，你知道吗？然后呢，就到那边去之后，然后我就直接出了机场，就发现我的摄影有没有已经在叫了计程车在那边等我。等我第一件事情有没有然后就赶快把我拉到车子里面去，车子里面用英语，我们只有用英语跟那个司机有没有，然后送我到饭店。你知道到那边去的时候，你满路上你看到什么？你看到所谓的暴民的，在当地人有没有？不是手上拿了一个大的 moken 有没有？就是拿了一个开山刀或者是那种小武士刀的东西，晃过来晃过去。然后呢，看因为我们皮肤跟印尼人不太一样，所以呢他就过来问我们，就问我们从哪里来的，就是讲的那个有点卷舌。这个时候你就开始什么 day 什么 day 的了。我就开始讲霓虹 day 是 day 什么 day 的，这样乱七八糟乱讲一段，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东西，你知道吗？就这样混过去这样子。他们还故意怎么样子，你知道？故意就像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雅加达的那个有一个黄昏市场，在市郊。我们看到了很多从那个华人的家里面搜刮来的所有的东西，为什么？因为我在那边看到了邓丽君的卡带。哎呦，印尼人不会听邓丽君嘛，所以一定是从那边搜出来的嘛。还有包括一些像什么瓶瓶罐罐的，都看起来都是华人在用。有人会故意叫测试你到底是不是华人？是不是啊？哇，他会用什么招？他会用你好吗？就故意就到旁边这样的在测试你。哇，那你这个时候呢，你要演技要一流，你知道吗？我跟你讲。周润发的演技都没有好，真的啊，知道、哦、过来问我说你好吗？这样子，他哪里来的？我就这样装死就对了。哦，哪里是啊？我连哪里都不会讲，又要装死啦！我只能从头到尾就正常的，真的、啊、真的不骗你看，我连哪里都不知道，你知道吗？至少混过去了，至少是混过去。所以现在孝成哥在这边讲故事啊，挑战新闻先请大家稍后变广告回来了。这个世界上真的是无奇不有，你相信人体真的会自燃吗？真的就发生了这种事，人自己会烧起来？马上回来。好好的站在那边呢，莫名其妙就烧起来。如果看到这种事情呢，一般民众应该早就吓坏了。但是呢，活生生的例子真实就发生在印度一个小孩子的身上。我们先来看新闻。印度一名将近三个月大的男婴出生至今就自燃四次，苦不堪言。医师表示，男婴只要一流汗就会引发人体自燃，这可能是因为皮肤毛孔会渗出高度易燃气体。而这种罕见疾病300年来才出现200个病例，目前没有治疗的方法。哇，天下事虽然是无奇不有，但是你看到这样的新闻，而且又是这么小的小娃娃，真的是让人家于心不忍啊，孝成哥。
啊，对啊，我刚开始在听到这个新闻的时候，那才跟我朋友开玩笑，就说哇，那这样的话，他老爸发了，为什么以后的话要煮菜的话就不能开瓦斯？啊、真的啊，那后来是我在慢慢慢再开再看下去之后，后来发觉。这个小朋友真的很可怜、啊、因为没办法解释，而且无药可医耶、啊、是现在目前这个话等于已经算是宣布绝症了，他什么时候会因为这样的问题有没有而离开有没有、嗯、那其实那是时间上的问题、啊、真的啊，因为已经群于束手无策了、嗯、这样子，因为他出生的他的第一次的会引发这个人体自燃的状态的时候呢，其实是他出生第九天啊，有对，那因为出生地有天之后，他发生人体自燃，他其实他也伤到他自己、嗯，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为什么有些画面要打懵啊？对，其实有没有他整个皮肤是焦黑的，对、啊，所以这个孩子是非常可怜的这样子、嗯。那现在你能怎么办呢？现在这到底是什么现象原因呢？为什么？因为过去的时候曾经一直有一种说法，说其实我们人体里面，因为我们本身来讲的话有碳有水嘛，对不对、嗯？那我们其实在身体里面的话也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物质，那。这些情况的时候会有出现人体自燃，是过去的时候就有发生过，在美国啊，在其他国家有发生过，但比例不高了。这样，那至于这个孩子哦，他是不是也是就像过去那样子，是属于那种水的自燃的状态，或者是有外界物质的一个介入，像例如可能他是不是在母体的时候或者就已经有被污染或怎么样，这个要另外再查了。那不管怎么样来讲的话，但我们是希望就是大家有没有帮他集气。对，大家祝福他。对，因为他说这个新闻的解释，最后就是说没有办法药治的情况下，怀疑是他的汗只要流出来，就很容易会自我起火，所以只能够把他一直保持在低温的情况下，让他减少出汗，才可以目前的还能存活下去。但是我们过去看到了很多电影啊、电视剧啊，甚至看到小说，常常有这些呢科幻片或惊悚片，用这种人体自燃来当作是一个题材。刚刚向阳哥就有提了，这不是唯一的一个例子，它也不是第一例的一个例子，它在过去呢，其实在世界各地。都有类似的一些例子，真的就好像超自然的一些事件，对吧？贤俊，对，有被记载，就是说，被符合所谓叫人体自燃的这个一个、这个例子哈，大概300年下来，大概有被登记在案，大概有200多例。哦，其实还不少哎。对，但是我们一直要强调，为什么叫做人体自燃？因为它其实是有一些要件。哦。所以要件就是说，除了你人体自己本身，就是如果你这个案子是被称为叫做人体自燃的话，除了你自己本身有被燃烧的现象之外，你周围其实是不能够有所谓。火烧过的痕迹、嗯，因为如果是有火烧过痕迹，那就不是自燃、啊，对，它有可能是外力的介入、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在这么多的案例里面，有很多的专家去研究的时候，发现说他们那样的自燃所产生的火是比较低温的火，也就是说，它可能温度并不是像我们一般看到的火灾那样的那么高温的那个浓烈的火焰，嗯、那它还是从旁边的地方去验证回来。那基本上就是大家会去研究说，为什么像人体自燃，比如说像印度的这个，那就有这个有专家会认为说，它是他的身体，他的皮肤。有可能会挥发出容易燃烧的物质或者是气体、啊、所以导致它自然会燃烧、嗯、所以它变成说它要控制它的温度、嗯、它不可以在这个高热的地方，因为它只要一出汗很有可能就烧起来。而且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议题还没办法解释，对，它没有办法解释不了、哦、但是 在那么多200多个例子里面总有一些相似的东西嘛，对、啊、所以他们就大概就研究出来，就是说大概有几个方向有可能会造成你的自燃、哦、有一个是可能是静电引起哦，好，就是他们专家在一个是静电，另外一个他们讲说可能是你体内的铜体过多，这个铜哦，就是叫做丙铜啊、嗯。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就是他们去研究说，是不是酗酒的人，他自己本身体内，或者是你有糖尿病的人，本身体内的这个丙铜的量是比较多的、嗯。那比较多的时候，就很有可能会造成你人体会有自燃的现象。因为在1974年的时候，有一个叫杰克的人哈，他在美国。他在内华达州工作的时候呢，他自己到医院去求诊，你知道吗？啊，自己去求诊，自己去求诊、啊，就我们现在看到自燃都是自燃到会死掉，你知道吗？就他没有，他是自己去求诊、哦。那求诊的时候，医生就翻他的衣物，说发现他的身体上是有被烧过的痕迹。哇！那就问他说：“啊，你是阿那修，那修干呢？”他说他是在车厢里面睡觉，睡着睡着，突然觉得自己的肚子啊哪边就很热啊，开始就热热的就烧起来了，赶快去看医生，你知道吗？哎，那结果呢？去看医生之后，因为他这个案例就比较特。这医生能治吗？不是，因为他神志清醒，再就是他有叙述他自己所发生的这个过程，他看到的情况，对，所以他就被人家就认为说，哎，他是可以研究的一个对象。不过呢，我们就在纳闷，到底这个世界上有没有所谓的特异功能人士？有没有说像电影啊《X 战警》里面所谓的变种人呢？其实呢，这个相关的这个例子啊，在好莱坞呢，很久很久以前呢，就有拍过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电影的一个题材。什么题材？我们先看看。
好，先前就有这样的新闻啊，说传说在越南啊就有出现刚刚电影片段势如破竹的一个真实版，真的就是越南的一个小女孩，她有那种隔着空，然后呢靠她的意志呢，疑似是意志，因为她自己搞不好也搞不清楚状况，就让物体燃烧的现象。对，这个刚刚任俊讲到说啊，有大概300年来有200多起的人体自燃事件啊，那么看过电影大内神探狄仁杰那个刘德华演的那个里面，有一种叫赤焰金龟，没错，来自西域的，然后把它弄到水里面呢，如果你喝进去的不小心喝进去，遇到太阳啊，那么大的太阳一照，整个人就会它也会烧起来啊，就变成人体自燃这样子啊。当然这是电影的情节，可在越南的胡志明市呢，有一个11岁的女娃，她的外号叫火娃，真的叫什么叫火娃呢？因为很简单，这个11岁的女孩子呢，她家她妈妈先发现的哦，家里莫名其妙开始的时候。是这个电器会短路，电器开始就短路，然后呢短路了以后没多久呢开始有东西就会烧起来，可是妈妈后来发现都是在女儿经过的时候烧起来，家里无故烧起来，女儿比如说哎，刚好经过电器的旁边，电器就自己就烧起来了，女儿经过哪里呢，哪里就烧起来 了，对，后来严重到什么呢，严重到女儿没有经过的马桶，马桶盖自己会烧起来，就到处都起火就对了，然后后来发现哎，确实跟女儿有关系，那么当时就造成很大的困扰，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不知道的时候呢，他们家的3楼就这样整个烧掉，就烧了，就失火烧掉，可是理由原因不明啊，就算是你消防队的什么火场监视来鉴定，你也搞不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好像就是物品自己自燃这样起来，也找不到其他人不知道是为什么，对，也不是电器走火，也不是什么，那是什么缘故呢？后来发现说这个女孩子真的她的自己本身有问题啊，她的结构有问题，脑的结构有问题，怎么说？为什么呢？因为啊，大家他们家的人呢，为了要小心避免说他的女儿又经过又烧，所以在女儿住的地方或经过的地方，把这些易燃物全部都清得干干净净。对，电器用品易燃物，比如说啊纸张啊、书本啊、报纸啊，跟那个这书什么都把它隔离开来哈。然后呢，后来发现还是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他如你总是要带他出去外面读书啊，干什么？还是会烧起来，还是会长大。他经过地方还是会烧起来。对，那怎么办呢？后来严重到说，他这个女儿睡觉的时候，虎娃睡觉的时候，家人要有人陪着他。为什么要陪着他？旁边就一大桶水啊！一旦发现不对，烧起来就赶快要泼水。那怎么睡啊？对，那这件事情传出去了以后呢，这些科学家、物理学家这些人就非常有兴趣。一定是有原因的，因为以前都是听说，对不对哦？那没有一个实际上可以研究的一个对象。那么现在发现越南胡志明市这个11岁的女的虎娃确实，而且不是瞎掰伪造的，真的有。是科学家就开始进行脑部断层扫描、超音波什么的都照，发现他确实他的右大脑的结构跟一般的人不一样。他的右大脑的结构跟一般人不一样，所以肯定为什么经过他周遭的东西都会这样呢，都会烧起来呢？所以呢，现在正在进行研究当中。真的就是所谓的奇人异事，你也可以说它是超自然现象，也可以说它是特异功能。但如果同样要讲到这种比较奇特的能力的话，我们来看一个比较接近现实层面的，在肯亚，这跟我们今天一开始讨论到的话题是同一个地方。肯亚的人，那我们以前想到说他们跑马拉松，这些黑人真的很会跑，那个世界纪录好像都是肯亚人能够跑步。不停啊！但现在呢，网络上就有流传一个片段，这不止他们会跑，而且还会跳。这个跳的记录跟大家一般想的还不一样。如果你看到他弹跳的能力的话，不要说什么 NBA 什么，去奥运比赛应该都要是金牌才对啦。任俊，对，你看我们讲跳高，跳高有什么了不起？就轻轻松松就跳过去了。可是这两个人他的特别在哪里？你知道？怎么说？我们现在在讲这种跳高，一般来讲都是在这个运动的场地，所以有很多的防护措施啦。而且通常你看，我们如果普通跳就跳这个一个高度就差不多了。可是他们两个特别是什么，他赤脚跳，而且他跳的高度还很恐怖，你知道吗？因为他赤脚跳能够跳多高，你知道估计啊，大概有180公分到2米左右，所以就是2公尺哎，2公尺左右，还一个人还要高啊。对，而且他这个影片到网络上面一流一放上去之后，就有180万人进去点阅，你知道吗？好，你现在画面上看到就是好，这个是两个人，两个高中生在那里跳，第一个穿白色，你有没有看到那个高中生？好，他跳了。而且这个跟他一般看田径比赛、跳高比赛不一样哦。你下面有个垫子，因为你高是用后翻的。而且一般我们像这种跳高度呢，因为其实我们像这种这个所谓跳高有3种方式，一种是剪式，一种是滚式，另外一个是背向式。对。那一般体育比较多的是背向式，背向式我们看到这个腰这样，你就人就躺在那个垫子上。他们两个不是，你知道吗？是垂直跳，直接跳。而且他直接脚就哗啦一声就过去了。而且你知道他们在做比赛，好，第一次跳完之后，两个都过，一个穿白背心的，跟一个穿黄背心的。两个都这样赤脚跳，你看他现在要跳了，跳过去之后了，好，你看第一个先跳，
哎呦，过了，直接跳，直接就跳起来。你看有没有像我们那种古代那个武侠小说写的？真的好像是会飞，我轻轻一跃就越过万重山，真的是会飞啊！结果你看，你看。一个、两个、三个，你看过去完全没有碰到杆子，而且你可以看得出来，他没有经过体育的训练。对，他了不起的地方就在这里。好，你说他跳过第一次、没什么了不起，你知道？第二次的时候，他又把它往上高，把它往上增高。就你如果这样看起来哦，就是因为你从旁边那个两个帮忙架杆子那个来看，你就知道你就会看有多高了。对，好，结果他第二次再跳的时候，白色的衣服的他会先跳，结果他跳的时候还怎样？你知道？他就踢到杆子，第一次对，第二次还碰到，结果第二次那个黄色，你看他这个又。轻轻松松换过去，而且还没有跌倒，落地还非常非常漂亮。对，180万人点阅，这个你想想看哦，现在男子世界纪录哈是2.45米啊，两公尺。那个是还要后翻的，对，后翻的。这个是男子纪录，女子纪录是多少？2.09啊。所以这个要去跳，这两个要是经过训练之后，一定更高啦。五公伯伯，哇，所以搞不好未来我怕再跳下去把飞机撞下来，真的会跳这么高啊？哇，所以这个就是告诉大家，这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奇人异事。好，除了这看到的这种奇人异事之外，现在还要告诉大家一些传说故事。什么传说故事？今天刚刚好就是呢七夕的一个情人节，所以我相信，今天晚上很多人会很 happy 嘛。我们说来看看这个新闻。七夕情人节前夕，水林乡为60位未婚的男女搭起了鹊桥，在月老前面先挂杯，月老答应之后闯过第一关，接下来要尝尝爱情的甘甜丁。汤匙里面5颜6色的酸梅，由女生服务，喂一口，猜猜看什么滋味？赶在七夕情人节，警察、消防员、企业员工都来报名找姻缘，不光是向月老拜拜，还要以实际的行动走过鹊桥，找到人生的另一半。好，我们小时候读这些传说故事啊，这个七夕啊，就是中国的情人节啊，就是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日子，好可怜，一年只能够见一次。不过呢，这么感人的故事，因为我们有邱老师的关系，要告诉大家，这都是骗人的，因为呢，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事情。后来七夕情人节，牛郎织女是后来加上去的，是吧？对，在打破各位的神话之前的话，我还是要先祝各位这个情人节快乐。快乐但是祝完各位情人节快乐之后的话，下一步告诉各位神话的真相哦。真的啊？是这样子没有错。事实上在历史上没有所谓的牛郎也没有织女，他们两个也从未在鹊桥上相会过，是这样子的。这个是个那为什么这个样子呢？其实整个故事的开始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知道在历史上当中第一次出现牛郎跟织女相会的故事，是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当时有一本书叫做《述异记》，述是技术那个述，那异是那个奇奇怪怪那个事情。那这个《述异记》这本书的话，其实它有一点像是我们现在写的这种什么鬼故事全集这样子的。那这一则所谓的这个鹊桥相会的牛郎织女故事，就夹在这个河东有鬼、河西有鬼的中间的那一段这样子的。所以它就是一个鬼故事中的一个小情节，一个篇幅。那这个事情的话很有趣的是说，在魏晋南北朝这个故事出现以后，后来就被一再传送下去以后，就形成了我们今天所讲的所谓的这一个鹊桥相会的牛郎织女故事。在那一个所谓的我刚刚讲《述异记》那本鬼故事全集里面，他怎么讲这个事情呢？他讲说呢，这个天地有女啊，就是那一个天地那个天上的那个什么那个天主那个什么玉皇大帝有个女儿。那这个女儿的话，她这个纺织工每天的话就是织布织啊织的织。那这个织的每天灰头土脸的，这个老爸呢，为了这个让这个灰头土脸的女儿这个幼小的心灵不要受到重大的创伤，就决定要帮她找个老公。那这个老公的话，这老爸还挺坏的，就要帮她找个放牛的，那个牛郎这样子的。所以这个织女就嫁给牛郎了。没想到这两个结婚以后的话，女的不织布，男的不放牛，老爸一生气之下就把两个人拆散，就拆散，让两个人的话一年只能相会一次哦。那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牛郎织女故事的原型，就在这本小说里面出现。我们后来看到了那个比较感人的，对，我们后来看到那个都是后来这个说书人逐步的在往上加的过程。其实我要讲神话这个玩意儿啊，这个不用太当真的。为什么呢？因为在我在学校里面教这个神话学的时候，都跟学生讲一句话，跟他们讲说呢，如果你相信华盛顿砍倒樱桃树的话，应该就会相信母猪会上树啊！真的、啊，我们小时候真的书都这样教我们的、神话故事基本上大多都是神话，就是故事而已。那有关于这个七夕的故事的原型到底怎么样呢？我们知道
就在那个牛郎织女故事出现之前，所谓的牛郎跟织女原本应该是两颗星星的名字。对，它指的是在七月初期的时候，那一个所谓的织女星，它会上升在东方的最高点，而在这个时候，在右边一点，还有另外一个叫牛郎星，同时也出现。对，而呢，在过去的世界里面，它是这样讲的：说当织女跟牛郎星同时出现在东方最高点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七月的初期的时候。哦，那古人的话称这个七月七号，因为方便记忆嘛，对不对？七月七号才给它加上去，就给到一个日期，然后说这一天的话叫做夏去秋来的日子。哦，而在这一天的话要干嘛呢？要牵牛为牺牲，拉一只牛来干嘛呢？杀了牛以后的话，来祭拜天地，来庆祝秋天即将来临，所以所谓的这一个叫做什么七夕的这个节日，照理讲的话，应该不叫做情人节才对哦。以杀牛为牺牲的这个说法来看的话，应该叫牛排节可能比较适当。牛排节比较好，杀牛为牺牲，吃牛肉嘛，不是这样子吗？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故事由来。不过现在大家还是七夕啊，情人之间呢一起欢度这个佳节，还是大家比较喜欢跟接受的一个现况。但是刚刚在讲的是，包括在今天凌晨刚好七夕的时候，还有这个英仙座的一个流星雨啊，在这个凌晨的时候，如果没有睡觉，很晚的时候都有去看，可以看得到这个流星雨。但英仙座的这个故事是呢，我们也有邱老师继续再问上去，是不是也有相关的，不管跟希腊神话还是跟七夕有关系的一些故事可以告诉大家。今年的话其实蛮特殊的，因为如果你今天或者是最近你错过这个流星雨的话，你还要再等十九年。哎呦，因为现在这个气象局已经告诉各位了。这个英仙座流星雨的话，这是十九年第一次出现在这个情人节前后出现，刚好出现。所以你要赏流星的话，这是绝佳一个机会，就在昨天到今天晚上。那这个时候的话，会有所谓流星雨的最大值，划过天际，每一分钟有一百颗星星，啪啪这样过去这样子的。但是在新闻里面的话，他讲了半天都讲英仙座流星雨，是不对的。台湾气象很有趣哦，我们现在基本上我们在台湾这边讲天上的星座，我们都讲西洋星座，没错，已经没有人讲中国星座了嘛，没错。请问各位，你有听过什么叫昂素吗？什么叫做卯素像这样的星座？哇，这真的要特别研究才有。基本上的话，现在你听都没有听过了吧，对不对？因为这是中国古代星座的名字。我们现在用的都是什么双子座啦、摩羯座啦，都是西洋的双鱼座，都是西洋星座的名字。那现在跟各位讲说，叫做英仙座流星雨。对，好，我要告诉各位哦，这一个所谓的英仙座的故事，告诉各位很重要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个英仙座的来源跟一个希腊神话的英雄人物有关系。他呢，他的名字，他的读音叫 Perseus。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叫伯修斯，他前一阵子才刚刚主演过两部电影而已，真的啊？那各位可能不还看过，就是什么《超世纪封神榜》这个电影，就是这个电影，就是他了，就是讲这个人。伯修斯，即便你没有看过电影的话，那个这个基本上的话，你也应该知道一件事情，什么事呢？他呢杀了一个怪物，这个怪物的话，叫做美杜莎，叫美杜莎，那我们叫做所谓的这个蛇魔女的，就看到她你会变石头。即便你不知道什么叫美杜莎也没关系，你总应该知道有一个世界名牌叫做凡赛斯吧，他的商标用的就是美杜莎的那个头，有多少商标了。所以其实伯修斯的故事在台湾还挺有名的，很有名。那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看看电影就知道了。在天上的星座里面有两个很重要的星座，在希腊神话里面，一个叫英仙座，一个叫五仙座，而这两个星座都是跟希腊的英雄是有关系的。古希腊人他们讲故事的时候，经常使用英雄的故事来教育他的下一代。对，所以对他们来讲的话，他有点像是一本教科书一样，在天上的教科书。古代希腊人看着天上的星象，然后呢就跟下一代讲说他们的这个祖先的伟大的冒险故事传奇就在天上出现了。所以呢，真的是天上的星星都是有故事的。挑战新闻在你大家稍后片刻广告回来，有历史上的今天，这个是历史上二次大战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超级大空战，5000多架飞机在空中打成一团啊！喜欢空战的千万不要错过，马上回来。节目回来，圣烛的时间要告诉大家，历史上的今天，在二战期间，德国要侵略英国，发生了一场著名的不列颠空战，一起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1940年8月13日，二次大战中规模最大的空战——不列颠空战爆发。这场空战是由纳粹德国轰炸伦敦，对英国所发动的大规模空战。当时英国拥有大英国协体系，包括澳洲、纽西兰等国的支援，而德国则是有同属轴心国体系的意大利帮忙。单就两边的兵力而言，英国这边总计是有超过
1900架的飞机参与战斗，德国这边则是拥有超过4000架的优势战力，但由于空战的地点就在英国本地，所以战斗机群拥有地理位置上的优势。即便德国击落了超过1000架的飞机，造成英军惨重的损失，但在航程问题无法解决的情况下，德国的空军也付出了严重的代价。总计不列颠空战飞行员加平民一共造成了超过3万人的伤亡。对德国来说，没办法取得绝对的胜利，就拿不到海峡沿岸的控制权。希特勒只能把目标转向对苏联的侵略，让英国有了喘息的空间，对于二战的战局也有重要的影响。有历史以来以二次世界大战的规模最为惊人惨烈。挑战新闻，让我们继续看下去。开飞机打仗不是那么容易的。那个时候呢，德国纳粹的空军的这个飞机架数那么多，结果还是没有办法呢把那个伦敦给拿下来，到底是为什么？我们就有这个以前是战斗机飞行员出身浩伟哥告诉大家那个时候的飞机的性能呢、啊。是熊威，为什么这个原因？第一个来讲的话，英文它本身的话，它是这最后一个，就是说它不守的话，那个英伦三保卫战是它最后的意义。如果说这守不下，它要投降，因为那时候法国啊、什么荷兰那些都快不行了、所以这个时候呢，还好英国有喷火式的飞机。哦、那喷火式飞机，对，它为什么会赢？事实上，我们看到马力，第一个它马力比较，德国飞机马力比较小，喷火式飞机马力比较大，应该是 OK、马力比较大。但是呢，德国这方面又比较吃亏，它马力小，然后怎么样？它飞机是用金属做的。那你知道，熊威，像你知道，在二次世界上很多飞机啊，它还是什么？是用那个什么？那个像那个。蒙皮布啊、做的飞机，它的直尾翅啊，就比较轻，是不是？很轻啊，对，它还是很轻。但是德国飞机有好处，因为它金属，它可以抗那个子弹啊，对，防卫比较耐，比较好，但是坚固。但是英国的飞机呢，这喷火式的话，我这边介绍一下它的机翼，它的机翼，这跟机翼也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这个翅膀，它是一个椭圆形翅膀，在那时候二次世界大战来讲，就是说你的手工艺工艺方面啊，要做椭圆形机，因为是手工打造，所以它会有一定的难度在，大概一般都是一个长形机。一般对我们看电影上就长长的一片，对对。但是英国已经可以做出椭圆形的椭圆形机翼，那椭圆形机翼有什么好处呢？它这个本身的所谓的气动力，就是说所谓的升力很平均，所以导致它怎么？它转弯的话，性能会变得很好。虽然德国飞机跑很快，它俯冲因为它金属它加速会很快，但是呢它转弯半径会比较好，所以三搞两搞的情况下怎么样？就你冲到人家前面去了，别人轻轻松把你发一排子弹，所以占不到优势，就占不到优势，对，所以相当可惜啊。所以这个英国这个时候就靠它喷火式，虽然它自己英国大家也选择很多，但是就是说，因为我刚刚讲了两个原因，一个就是所谓的意志力，因为战斗来讲的话，有时候要打意志力，因为英国人再输的话他就没办法。那德国人来讲，他是个侵略，他就是下命去攻击，但是呢一个就是飞机性能啊，虽然是德国的一方马力各方虽然不如，但是它的金属飞机啊造得很好啊。然后就另外一个就是它的机枪方面来讲的话啊，英国的飞机是将近8管机枪，德国是2管，所以因为你知道战那个时候二次大战的子弹打到不会爆炸，像我以前飞 F1 打个洞这样的，对，它只打个洞。我们现在叫机关炮，20mm 机关炮，它打到飞机以后，飞机会爆炸，所以有时候你只要一打到就整完。但是那个时候飞机来讲，它子弹打过去，你可能打比较多发才行。对，所以德国又吃亏了，因为它只有2挺机关枪。那英国的话，一打到，突然子弹上去至少8颗，所以相对下，德国虽然是金属，跟这些飞机又解体，所以在这个之下的话，所以英国还算，也可以算很幸运，对，包括德国也太大意了一点点，想法轻战术上面找错了，最后呢也没有办法拿下这战役，后来呢也注定了二次大战的后来一个历史的一个结局。今天非常感谢各位来宾的参与，挑战新闻，我们明天同时间再会了，拜拜。